现在我们家有两个传家宝，一个是当年毛主席接见我认为祝福的照片，还有一个是去年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家的彗星。 他们家家里，他们生活都好着呢，现在。对，好。嗯。我啊，一直是牵挂着我们这个。 彝族啊，大小梁山嘛，我一直想来这个地方。我就是那，嗯，是潘木嘛，嗯，从公我从一段，阿边阿拉是个个性嘛，那么，就我现在个性，大妈，我妈听你黑色，没得，我还要过年前你生你这个。 很神奇，啊，感觉到这个历史的文化的声音啊，我实际上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敬重。少数民族三大史实际上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，非常伟大的。我们现在是56个民族，它是这个不断的啊交流、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中华民族。我们是一个非常。 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，没有断流的民族，全面小康，一个民族都不能少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一个民族都不能少。